你放开。不是你放开，你自己自己自己。你干啥你就知道钱、啊。好，干活的少了，你爸进来了啊！谢谢，再来给你啊，这个。这菜好卖不了，现在啊，好不好卖呀、啊？还可以吧。啊，这不涨价了吗？蔬菜还行，蔬菜可以。啊，蔬菜。叫的厉害的就是肉太贵了。对，肉太贵了，一买也跌价了。啊。那就是网上说人家就炒作，人家不让炒了。污水还吃吗？香菇水。这排多少钱现在？啊、这个排？这个45。最贵的是哪一块？是什么肉？啊，这什么排骨？肋排。这个都50多。这个现在给你50啊。嗯。还50大。都其实肉都涨了，对吧？涨了。前一段时间50，我给他40。一般嘛，拿的要33。啊，拿33，这肉都贵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前九个你卖个35，人家说是贵的。生意好做不来。吃的人少了，也贵呀，肯定也没办法，对吧？啊，贵了，吃的人就少了，对呀。现在这个50多嘞。啊。40多。这个50块了。人家说变贵了。现在猪肉真贵。太贵，天天一天一个价，一天一个价，每天涨。我每天都涨啊。哎，去年晚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货，我怎么？现在你要跟老板吵架，反正老板还要骂你。好，我们去过去啊，再见。